人生七十才开始，八十满满是，世间九十无稀奇。我就是无要休困，要做家吼，目睭客为止，无要休困就对了。我叫做江秀芬啦，吼，我今年66岁啦，吼，我希望大家人拢会当像我安尼快快乐乐、欢欢喜喜，每天拢真好，你讲好唔好？代谢不足，年年生霉，文辞失意，终身皆依。这就是我今仔日要练的入金藏所以。终身思想，文理真正准无过伤。哦，这是足困难的，这是我是挑简单的来练啦。啊，若困难的拢还未开始啦。一天练4-5次啊，早时练一下，暗时练一下，安尼。啊，阮查某囝就甲我讲，哇，你来较拍拼。我讲无拍拼袂用哩，讲要去个小巨蛋练迄入金藏所以，要较济人看吼，无拍拼袂用，袂用个落去。啊，比比的感觉，念念的感觉很透彻安尼，透彻人生啊！啊，佛对佛法也会进一步的了解啊。比这个时阵是讲，我妈妈已经过去出世啊啦，伊真勇敢，伊大体坚贞嘛，所以伊就过去做主祭人啊，过出世啊啦。啊，我就该为伊祝福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阮爸爸往生的时阵吼，伊、哦、有转来甲我讲讲，伊伫住一功德会做护法啦，安尼，伊讲伊无死啦，安尼。那安尼吼，想到这点我就感觉讲吼，做安慰的啦。我较想阮爸爸呢。我脾气不好，我脾气嘛不好。我也没有觉得说我的故事哈、哦、会带给谁的有教育性质啦。我是希望说哈、哦，实际给我的精神哈、哦，把它带出来，可以感化更多的人进来做志工，啊，做有意义的。事情这样子。向前走吧，勇敢地走过来吧，越过遍地的荆棘，像是一年又一岁的来临，踏上30而立会茁壮，40不惑才会更美丽。幸福修炼是时而奔跑又时而漫步的人生旅程，有悲伤和泪水的美好，会更明白回头的珍惜。而阿芬的幸福是今日生活的总和，成就明天踏上的开始。谢
姐每天笑眯眯。伊伫阮陈塘叫拢负责咧收迄个纸币的，诶，功德，所以伊外号叫锦瑟。啊，从细汉看到爸母安尼辛苦啊，吼，啊，搁牛山有无？遐有一个吼，住伫牛山吼，讲，那阮的同学讲。来读书的是讲无饭通食，讲解药。啊，我妈妈就不米予伊。啊，我看到我妈妈讲啊，看人无饭无米通食，就不米予人。安尼，我妈妈嘛做神棍的呢，嘛拢有伫做善事。啊，伊家己遐尼辛苦，伊阁会讲看到人枵腹肚的不米予食，安尼。每个选择都是一场冒险，也是给未来自己的惊喜礼物。江秀芬遇见慈济便认真投入，从左邻右舍开始慕心慕爱，并在担任警察局工友时，在警察局推动环保，邀同仁一起挽起袖子爱护大地。又加入慈警会关怀警消人员及眷属的身心问题。30多年来，他步步踏实地往前走，哪里需要他，他往哪里去。小小的步伐，但方向清楚。不管多远，他坚信自己一定能抵达目的地。谢你，台湾北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所赐的一切。我若出去做志工回来吼，我嘛唔知安那吼，我就感觉足欢喜个啊。我若认为对个代志，我就一直有一个目标，我就一直行落，往这个目标走，我就不会放弃。啊，我就是讲。啊，无我会晓做龟苓膏，无我来做龟苓膏来义卖好啊。60粒龟苓膏，我若是讲，逐天拢出来卖60粒，我若做60粒，每天拢过关啦，每天拢有人甲我买啦。啊，60粒卖完我就无啊，无爱阁做啊。反正我的目标就是一天1000几块啦，安尼圆满的。透早5点起来就做龟苓膏。啊，若要讲甘愿吼，是拢袂忝。袂赴啊，袂赴啊！江秀芬笑着看自己的人生，也笑着看剧中的故事。袂赴啊，袂赴啊！这个就是演阿嬷的人。现在的她很单纯，只要有健康的身体，就可以陪伴小孙子一起分享现实或荧光幕里的点滴，那些属于她的修炼。我在这里也不错。理解，很乱，很好看。以前的江秀芬是这样子，怨天尤人，哈，烦恼一大堆。万东万西嘛吼，啊烦恼一大堆，啊即马袂安尼。对啊对啊。才会走嘛。哥哥脚用哥哥。哦，左右。
即卖幸福就是平安，厝内底人大细汉平安，全球的人大细汉平安。即卖凡事要感恩父母，感恩公婆，感恩天，感恩地，感恩所有的一切。安尼祝福大家啦。过去的努力是今日生活的总和。江秀芬感谢过去每个阶段的自己，有他们勇敢地迈开步伐，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到这里。人生七十才开始，现在的他仍为未来努力着。人生七十才开始，百战莫莫死，世间九十无稀奇。我叫做江秀芬啦，吼，我今年66岁啦，吼。我希望大家人拢会当像我安尼，快快乐乐、欢欢喜喜，每天拢真好。你讲好唔好？